大家好，我是球。今天还是来开一些卡包。这周虽然也没出什么好的可重复的升级 SBC 啊，但是反正也出一些 SBC 啊，觉得可以做一些81加升级啊，把这些卡包做一做，或者这些球员做一做。这些球员反正感觉今后就是传奇的 SBC 的材料了。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开呀？这是一个球员挑选。切屏幕了，看看有没有蓝的。走，没有，我的天哪，气死我了！这都是什么？今天好像不适合开包，下播吧。这个任务今天不有三个这个吗？对吧？可以开这个，开一个材料先。任何的赛季蓝卡，任何的。赛兰卡最低是84，哎呀，看个紫光舒不舒服？黄光都看腻了，这是罗马尼亚吗？这是哪儿的球员？86，我是不是应该挺开心的？疯了吧，这是！刚才说没有86，给我一个，我要高一点的，我错了也，我要90以上。普基不对，这是门将，这个高94。91，对，行，挺好。90加的这个，EA，我99，得不到内马尔，英格兰2，万比萨卡，萨卡还不错，万比萨只要能用，卡在90给呀。这个不错，又一个，不是啊？万比萨卡那这么说来还不错呢，要89开不来东西，后边有什么好做的，对不对？Come on，耶！后面再开不也都是重复的材料？好歹有张蓝卡，哈兰德呀，我有。我们今天看完这传奇就到这吧，SBC 我也做够了。今天主要就是上来把这些 SBC 做一做。今天最大货就是哈兰德了，你能不能超过他？EA，巴西，CM，卡卡也还不错了。我脑里过了好几个人，小罗啊。贝利啊，卡卡我倒是可以试试，卡卡我还是愿意试一试。看我之前开那些，这张我已经很满意。卡卡巅峰肯定是在 AC 米兰的时候，这不知道这样用起来怎么样？